2月26日，杨颖晒出小海绵吃元宵的背影照。照片中，小海绵独自拿着勺子吃元宵，十分乖巧。他配文表示：“元宵节快乐，谢谢你们呀！”同时，杨颖还晒出一碗元宵，看起来颜值超高，并对镜自拍。照片里，杨颖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状态非常好。此前，他带着小海绵刚刚办完自己的生日会，他以一袭古装造型亮相，在自己开的火锅店宴请粉丝，和粉丝一起过元宵生日会，并喜迎自己32岁的生日。在现场，杨颖对着蛋糕许愿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不过遗憾的是，黄晓明依旧未露面。